传送啦。我想一下哦，传送，传送是随机吗？还是可以随机啊？跟对啊，跟其他三个人随机一个，随机就很看运气啊，真的。那我还不如买这个。终于你拿了，对，我终于遇到他了，钥匙，是我的怪钥匙。喂，付钱啦！哇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21块了。哇，没屁。哇，六蛋，走散。道具。哦，刚好是最后一轮。欸，上面有一个那个女巫的，不晓得。女巫，你说房子吗？眼睛过去，对。那个房子就是问你要不要变晚上。对啊，就那个刚刚 Moco 有碰到一次。对对 ，Moco 有遇到，有一个那个骑着扫把的、那個。晚上不开。对，晚上会问你，早上会帮你变晚上，也是付钱变晚上。对，他这个好像都是跟白天晚上有关。对，因为他晚上那个东东会挡路啊，或有些地方不能走。小库巴的好可爱啊！对，哦 ，PK 了，紧张哎！我想看，我看你们两个 PK 了，我想看，哭啊！看什么啦？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！我们不敢啦！我又不敢啦！哇，干嘛啦？100多块的道具，不敢啦，很可怕。我在想，我今天用那个我甩啊，气死！好扯，好扯！哇，节目效果就是要这样啦！哇，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！哎、欸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没玩过，你有优势哦。嗯。哦。因为我觉得很难，所以真的是不能被撞到。哇！对啊，完全不能被撞到，因为你撞到就会停超久。好狠。而且他在前进的时候那个怪怪的，嗯，要缓一下。有机会啊，是我第一次玩这个。哇，我就是玩第三次，我还是不会他。你第三次了？就是，每次都是没有他玩到这个。他跟我们每个人玩了一次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好像跟你们每个人都玩过一次。那你跟我们每个人各玩一次啊？超强。那你要很强才对啊。是啊，可是每次练习超多，哎呀，总有赢。哎、欸，他撞到了，他撞到了，你问问来就好。我刚刚也有撞不到一次，所以两个是真的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平手。啊！我的呀，我撞到了，我不行啊！没了，就是在温习啊，可以可以，没了。呀！我的呀！哇！哇！这样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钱啊！哎呀，又在那边，好可爱哦。史上最多哇，太扯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去，马里奥脸超哀怨嘞，拿不到冠军，我也爽。200块，208，好扯，好扯！幸运格再赚一波，冲啊！啊，结果是看不到。哎、欸，你有钥匙，很扯。我两把啦。欸、我完全用不到那个卡。你有一个很夸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想办法去那个，就是用眼睛，然后去上面。我刚刚看，感觉来不及，剩两回合。150，但剩两回合，基本上来不及。太换位置了，太欺负他、欸。对啊，发现了，无情。回来了。好像更靠近哦，对，很靠近巧克力。是你吧？你不是在前面哦？你左转了？没有，我过去了，我转走了。Moco 才刚错过而已。没有，马里奥更近啊！你9步哎、欸，可是我没钱哎、欸。啊，对你没钱。你怎么没钱了？你怎么会没钱呢、啊？真的、欸，怎么会没有？你走左边可以买个道具啊。你可以买个道具、哦。你要被欺负表现了，这种成语好像没钱呢。怎么刚好没钱？
都不要钱。运气问题，运气问题。哎、欸，有钱的，哇，有钱的！哎、欸，你走，你还快，你就买到了。那你走得到啊？因为我那个九步我甩不到。有了有了，你有了，你有了。油门，油门，油门。啊？干嘛？我再来一遍。没有玩过吧？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玩過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玩过那？那个好像是我们那个小的游戏哦。我不知道我是哪一辆哦。等，对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哦，我是他。完全看不太懂他的转圈法。没有，就是跟着他转的。只是你如果他速度太快，会角度调整速度。我一直在转圈圈，我离你们超远的。没有，你一直转圈就是跑太快了，所以你要让他减速一点。好像只有上下，好像只有上下，好像啦，我不太确定。嗯，有啊，他就是照着他的方向转的。走了。Three, two, 只是太快会有点险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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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行的说。哦，可能你是谁？啊，我懂之前怎么玩的哦，这样玩。那就是你要刹车一下，不然。哇！我至少有个小努力奖。好猛啊！强啊！只是滚虫太快，把你追真的。最后两回，待会儿挖的一级，挖的一级。哎，起步。付钱啊！不，这么快！打开。啊！下一天不会是白天吧？嗯，是白天，没错，是白天。好扯！哇！我只要赚到钱，我现在就可以投人家的星星啊！他还刚好自己甩到那个的前一个。没错，这个运气也太鬼了吧！该我了吧？他也不是靠恰恰好啊，自己甩的。对啊，神之甩、欸。可是我要小游戏有赚到钱。待会知道全民公敌是什么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要有五十。没错，我要50块。哇、哦，这边也直接无情开采啊！为什么呀？挖一步，没机会啊，没机会。挖那个遗嘱，搞不好15啊，对不对？要25啊！啊！还有路上还要交钱，贵贵。嗯，你可以再赌一个3骰。再赌一个，传送。哦，哎，也是有机会。啊、可是那个以顺序来说，对，對那个小雨会先。他那应该存钱。啊，哇，6块钱。哇，牛蛋！啊，没有加速的、啊，我担心。九步啊！有两个钥匙。哎、欸，这我刚好。哇哇，你掉九步哎、欸！这也是我第一次哎、欸。好，小雨甩到这么高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看要支持小雨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看一下、啊，我会被偷。啊，偷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看的？好像不解，看不出来。偷完有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三骰还是有机会啦。哎、欸，可是那个很贵、欸，150。然后有机会。赌上你的机会！哎、欸，直接变白天！我还交10块钱！哇！
半价。半价啊！好扯哦，这个怎么还有190块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因为有一个，我刚钱换钱变多，有点怪怪的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怪怪的，为什么？我完全没有头绪啊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完全不晓得。Coco 是不是刚经过这？对啊，你怎么飙那个单甩的？哦，白天了，变白天了，白了，直接帮我变白天了。哇，这也没办法。现在已经变20格嘞，然后我什么道具都没办法用。噔噔噔噔哦，是什么？哦，15块。小游戏，不能让他赚到钱。啊！干嘛？什么是什么？大家一起收钱啦！大家一起看好炸弹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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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没印象。哦，这个。哦。我在左边。妈妈加油。好。在左边，妈妈加油。这个好紧张哦。OK， 好紧张哦，好紧张！不能让他有钱，上面的，那投爆我们！我要拿钱。你上面三个，你上面三个。哎、欸，我按错了啊！哎、欸，我一直我的那个摇杆会错头哎、欸，超老喽！啊完！我那笔摇杆没办法到中间那一格，它会错头啊！完了，这么奇怪，推到底跟推到前面。完了，没钱了！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，没钱了！下去吧！ Yeah. No. 你按一下，这样它也会过的哦。对啊，因为那笔摇杆现在，我的那笔摇杆现在真的松了，它有点怪怪的。太宽了 ，No！ 没让他赚的，我的剧本，爱看剧本。就差3块，你看你这个还赚6块了，哇！对啊，我的剧本，哦不，好可怕的剧本。我相信哦。你有没有什么格数的？我走到你10格。你要踩我干嘛？也只能拼PK 啊！好啊，47块。可是你也只能赌自己。我可以，啊、我可以找，我可以偷妈妈的钱啊！啊，那也是。还是我？哎、欸，其实确实哦，你其实打妈妈更好，因为最后事件也会加星星啊。如果妈妈加一颗，你没有加，她就赢你了。还是我找的，就后面 PK。啊，你找一个最后一名的 PK 干嘛？你要 P 是 P 没有啊？我偷他钱，然后因为他这样，他只有一颗，他现在是2颗啊。然后我想，哦，你说让他没有办法2颗，那也是有，看你啊。我是找你 PK 好了，算了，找你 PK 好了。我觉得你 PK 要 P 就是 P 妈妈或小那个喵、啊、哈。要 PK 你？你 PK 我也是可以啊，但没有用啊。没错，反正你 PK 妈妈，他到时候两星跟你两星比，你有钱比他多啊，你懂意思吗？是你现在最多、啊，你现在这游戏只有你，哎呦，天哪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去、啊自己干了，你就慢慢来哦，你干嘛、啊？你慢慢来啊！哎呦，我按到了啦！你干嘛啦？哦呦，你不要紧张。剧本真的没跟着走哎、欸！你的剧本歪掉了啦！你的剧本完全歪了耶！我剧本歪掉了！你的剧本怎么了？我被那我直接被那个嘞，我被腰斩了，我剧本。原本写好剧本没带，然后一个备用剧本拿出来，结果是个空格。哎呦，哦、完错了！啊那个我在碰这个了，运气真差的，一个都 PK 不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、好可惜。哎、欸，这是最后一回合了吗？对对、啊、对，最后一回合。你可以去用那个船，哎、欸，
你用那个，你二选一啊，看你要骰还是船。对啊，你要哪个道具玩玩？因为我们地图看不到你的，你就自己看。你骰没有好康的，你就船啊，看有没有机会。船就船你们吗？嗯啊。对啊，你先看骰，因为骰是你可以已知的嘛，你已知的十步内。可是你们是不是都在我后面？不晓得，你看你地图，你只有你可以看地图嘛。你就先看你十步有没有东西。